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和注》第331页，倒算第三行，对第二字看起。法华譬如片瓦，如来有无量智慧，力无所谓诸法之中，令悟一切众生，大行之法。念到在这个挂号里面跟我们讲的是知一佛行，一佛行，但不尽灵修啊，但是不一定众生啊，拢会当接受。舍利弗，伊是因缘，当地诸佛方便列故，有一佛行分别说三。这是这段，这是《法华经》的经文。无量智慧啊，咱参考资料来对，对三种法所揭露出来，无量智慧分作四大类，就是四谛。那力呢？分作啊十大类，称为十力。啊，数无所谓。啊，这是佛的讲经教学里面归纳几个重点，说听都方便了。咱先来看四谛，第一个台湾经谛，为如来真谛，本性清净，离诸定念，当帖来观，无有不着，如台湾境，当照万物，无不明了，是名台湾经谛。这是行为识论里面讲的，行为识论。台湾经谛是比如，还是圆满啊？这面镜，外面的所谓景象，拢会照个清清楚楚。啊，用这个来比如，如来真谛，如来就是本性。都是自性，那这是每一个人当中苦着的，那一切人苦着，一切众生大家拢苦着啊。性呢是本体，一切法对于离生离现。咱啊，定定改也做，比如电视屏幕，一切画面都嘛是伫屏幕上所生所现。啊，性呢是灵性灵现，境界上是所生所现。
境界上无量无边啊。那诸生如如不动，啊，咱啊，什么时阵，咱的心不动咯？所生所现的这一切境界，你无一项未明了。现在是安怎伫眼前都未当明了呢？是你心动咯？啊，咱今仔日心动的速度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，一秒钟一千六百条的频率啦。但你也是条，这个频率得震动，震动就是生灭啦，前念灭后念生，常续不断啦。啊，但是这个现象拢是幻象，这个现象唔是连环的，各张拢是独立的，每一粒拢是独立的。啊，所以有相似，无完全相款的，完全相款呢，迄都是相实相，唔是完全同款，无一张完全同款，跟咱翕相同款。那你用更加紧的速度，千分之一秒的速度，翕着外面的景观，每一个镜头拢是千分之一秒，一千张的相片是一秒钟翕完成的，无两张是同款的。啊，所以呢，伊是相似相熟，不是真正相熟。说明一切法是假，凡所有相皆是浮梦。这要认识清楚，认识清楚，心就不动了。那心不动了，不动的心是真心。只要心不动，你就成佛。那心是动的，动的你是凡夫。啊，动内面分等级，不动呢就无等级。那所以佛菩萨拢是假名，唔动真。发心菩萨不动咯，但是有动的这个习气，习气啊，也未起作用。啊，所以伊未生出妨碍，伊个功能作用，甲回归诸生诶诸佛拢是同款。那什么时阵习气完全消失咯？伊就回归诸生。啊，只要失去也是无断啊，啊，伊都未当回归自性。但是啊，智慧啊，神通道力，真正都是啊平等。啊，所以发心菩萨，天台大师界称作是分正即佛，伊是真佛，唔是假佛。啊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啊，那迫切啊，需要学习的，就是用真心。爱练习用真心，待人处事接物，大行都用真心，一真一切真，像发心菩萨同款。那用妄心呢？最管的是。那是法界里面的这个啊，和佛法界啊，这些相关呢。啊，妄心每个啊有千千无共，属性算讲是浅的，
绿岛这是深的，未较重，未较深，啊，未伫绿岛内底啊。啊，咱那是细心去观察，凡是觉悟的，那亲像啊，冥冥当中，佛菩萨伫咧安排。啊，未晓的呢，完全是家己业力变现的，无人安排。啊，完全是啊，家己的业力习气啊，这个物件得安排啊，咱来当家习气业力放下啊，完全放下。啊，咱啊，希望这一生，愿佛菩萨安排，这个愿能满，能实现。啊，只要真正发心，我定是有感应的呀。这个书，你是我年轻的时阵，中华大师教我的。我依教奉行是真得了受用，如来四谛都是无量智慧，啊，大圆经谛是诸性本具不自得，得福啊！这里面包括无量智慧，本性清净，立住定念，定那是六定。色声香味触法，啊，头前是五根所对的，第六个是意根所对的，念头所对的称为法顶。根念有，顶嘛念有。念有自性，念有本性清净，实际上是不是真正念有无？这拢是比如，那念有啥人呢？念有阿赖耶，第七识本身都是念有啊，体无清净。那是阿赖耶，一念不觉迷失了本性，产生这个物件出来，这个物件完全啦是虚妄的，都、就是阿赖耶。那对于阿赖耶里面变现出来这个摩那识，摩那识就是我执。摩见啊，这就是摩那识啊！啊，所以《黄门关》里面讲的有道理啊。对于一体去利用，利用第一个是法界，无丢现前了。那什么？那就是阿赖耶咯。阿赖耶现前。啊，对阿赖耶里面呢，衍生出的那意识就是进步。啊，先有阿赖耶，
后者有第七、第六色。啊，就是讲，一步在先，进步在后，虽有前后，十方界的众生，包括佛菩萨，拢无能力辨别啦。那就是当时啊，因为速度太紧了，咱会有这款的一个概念，1600兆分之1秒内面发生的代志，有前后，但是拢在一念发生呢，一念前有就啊出现。一念后面的这个也是未当讲，伊是第二念，伊是一念当中，就只讲一念前后。那第二念的时阵，七六前五发生了，拢在一念之间啦。那个心法发生，色法发生，啊，色受想行识发生了。那些像香味触法发生了，哎，怎样？拢总是这一念，啊，不离开一念。这个一念是啊，1600兆分之1秒啊，转五丢一念当中完成这一境离波，所以啊，以一念顿现。无前后，啊，迄个现在科学所讲的是无同的，科学讲的有层次，有丢啊。这地球20亿年前是什么款的呢？咱们以前是什么款？那就是逐步逐步进化，这进化论啦、啊。佛法不是进化论，佛法是一念顿现，念念顿现啊。因为是顿现，所以有顿下，有顿悟，有顿修，有顿证。这是真的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甲咱示现呢，菩提树下立定啊，顿下、顿修、顿悟、顿证啊。啊，伫中国呢，六祖慧能大师甲咱示现，甲释迦牟尼佛完全共款。啊，这是甲咱来做见证。啊，事实啊，事实真相是如是。这个理论，这个事实，包括所有的众生拢种苦集啊，真正是法门平等，没有高下。嗯、啊，只要你放下。啊，放下见思就证阿罗汉，证正觉咯。啊，放下梦想就成佛啦。啊，梦想是起心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。都回归自性本定啊！自性本定都是涅槃三昧啊！自性本定，自性本具的智慧的相，拢中现前。啊，都转八识成数地了。
那所以只要离，离就是放下，诸定念，就是咱大乘经上常咧讲的无明啊烦恼、见思烦恼、定刷烦恼，只要你会放下，拢总放下离咯，那就当帖来我。我是所变现的境界，来是本体，就是自性的本体。啊，来我拢明白咯。啊，来我是因，不是你啊。但是呢，来是真，我是幻。来永恒不生不灭。无变异，我是刹那的变啊！但不管怎变，伊都有自性为妨碍。啊，所以《圆满观》顶面三种的周边呢，第三含阳空有啊。性含阳空有，相嘛含阳空有。那含阳空有，就是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啊，因为伊毋是真呢，要那是真呢，伊就袂当含阳。伊毋是真诶，所以会当含阳会定他，分裂拢未着，无有不足，又是个机密细之处，嘛看个清清楚楚，听个清清楚楚，无有不足啊！啊，这是台湾经典诶。功德，咱啊家己啊本有，那关键就在迷啊，就是这里啊，啊那迷咯，甲幻有当作真有，都未理解来对，所以真相看未着。如台湾经东交万物无不明了，所以这个名称是对比如上的来，伊叫做台湾经地啊，那都是大乘经上常咧讲的一切种地啊。啊，台湾经地都是一切种地。啊，成佛道的时阵证到的，证到都成佛道。那想要证到，无别项放下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看个清楚，听个清楚，无起心动念。这也是，这是觉啊！起心动念都是迷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无有不足，动照万法。起心动念真就看未着咯，就迷咯。啊，佮有定沙歇，迷佮佮较深；佮有见思烦恼，迄迷佮极处咯。啊，心界一个震动，都变出境界。什么境界？是佛陀。那是佛陀心动。啊，有分别呢。
自性法界，有执着呢，六道法界啊，就这款代志啊。这里啊，复杂的境界，佛经这里啊，简单都给讲出来，你是按怎的，真清楚咯。然后咱家己静坐落来，所以静比什么都较重要。静是什么？静是个念头，放下这叫静。这里是静，徛的嘛是静，走路嘛是静。心啊，是啊，无相干，是讲心。心内一法不离，这个时阵是真心。那这内底区别非常意思，我念头什么拢无，要还先生已做到了。那伊迄是什么？伊是无相。那心内有物件无？有物件，有啥物件？有无相。那个无相动作空错了，咱头前讲的大三空三昧，空无相无作啊，这个空，你心内有这空，我心拢无，我空了。你呀，执着这空，你心内真正无有啊，有这空啊，所以不空。啊，那个这个空相灭掉，空相是未当灭的呀。我有一个空相，那是空相相啊，有一个空相相。那空相相灭去的时阵，这时阵叫无常。那个也有一个无常的相，永远都未当入道啊，就未当见性。见性真正是一念不生，连迄个一念不生的念头都拢无啊！这是真正一念不生。我有一个一念不生，也是对着蝶幼啊执着，这关啊真歹头啊！为什么讲不出来？啊，你家己去体会，这个代志啊。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了，未当想，未当讲的啊！有想有说就着了。那无想无说呢？你意识内底也有这个物件，嘛着，非常的迷失啊！四禅天林，四空天林，到这个境界咯。那为什么未见性？伊未当出六道轮回，伊有空。啊，你什么境界？我现在住在空境界，万法皆空，伊有一个空的境界。这个物件是讲这个当啊，讲到这地，一定要真正细心去体会。把血个相转，啊，不是因相转，能对这地无从下手，啊，对对转，对地那个地气，啊，这是你落手的所在啊。啊，地那是什么？地气是无我，地那是无法。啊，转地七文呐、啊，无空；转地六意识发空。啊，我法皆空啊，这个真正转咯。这个一个转，整五色加台湾经济啊，东西转，人相转，故相的转，所以是故相转。
所以咱的用功都伫咧妙观察甲平等性，啊，平等性地为如来观一切法，无诸众生皆悉啊平等，这是真的啊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咱总甲家己排伫第一，甲别人排伫第二、第三，这无平等啊。啊，无平等什么？就是玩那些啊！啊，什么时候真正觉悟了？一切法拢嘛是以自性为体，就咱看电视，电视内面所有一切现象，拢总是以这屏幕，屏幕是平等的。啊，屏幕不是定法。你看，所有现象占有这个屏幕的空间，随时拢会当去互换了。那、啊、你的这个位置占的空间，你感觉这个位置已经过去了，一个占这个空间，会当啊定它，会当无尽无数，这时候妨碍都拢无啊。如幻如梦啊！会看电视的时阵，真正会开悟。甲佛陀经常讲的这些原理，最高深的物件，拢伫这个演出来了。你面前咱已经看出来了，看了了后体会到，古刹时阵无这物件。那讲有这物件来讲的，会真多真多人会得到。无这个物件，上君临会得到。你体会到，中下君临来都未用，中下君临就上。啊，无就上，第一次上。啊，无着相，甲一切相合起来了，这是妙啊！啊，虽然甲一切相合，无丝毫执着啊，无起心动念，这是啊，诸佛啊，甲发心菩萨应化的世间的这现象。啊，甲一切众生合功。动定啊，啊，都、就是下面讲的啊。伊在一切法平等，平等法内底啊，无我，有我就未平等啊。所以转万那色为平等性地啊。啊，万那色这四项物件无了，我见无了，我爱无了。我慢无咯，我痴也无咯，对，要平定现前啦。只要有这物件，你是用这个文那些，你文那些无转啦，这四样物件也无转咯。那其实文那些就是这四项物件，我想文那些，我想我，我是什么呢？啊，我见都是我的执着，我执着着我，我爱都是贪，啊，我慢就是嗔恚，我痴，你看四大烦恼相相随啊，这四大烦恼组成作伙，就叫做烦恼色咯，烦恼色。啊，万那色，万那翻起来都是念污。万那色翻作念污意呀。啊，这是野棍，这那是意识。其实这两个拢会当用意啊，这叫野棍。就叫做意识。
意根就是根本，意识起用作用，那这作用非常非常的大。第六意识对内会去沿着阿赖耶，对外会沿着虚空法界啊，会沿着过去的未来，功能非常的大。像用的心所，或者的心所全相应，无一个心所未相应。那夜观就是圆呐。那佛的经常跟人讲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这个、心相就是啊，意观跟意，这个、叫心相。那伊会想精，伊会想念，伊会想善，伊会想恶。那伊会想诸佛刹土，伊会想阿鼻地狱，伊什么拢会想。那想什么就现什么。所以讲一切法从心相生啊。那伊为什么唔想善想恶呢？因为想恶的时间较久。那为什么想恶？以后贪嗔痴慢疑妄白咯。那伫个周边好朋友就是这五个啊，贪嗔痴慢疑。啊，你看个周边是一寡什么人？习俗。贪嗔痴慢疑，心见、边见、见处见、盖处见、下见，一共十个啊！这俩见处烦恼死掉伊啊！伊袂当讲无作恶，伊袂当无对路啊！啊，所以佛家人先把这物件去掉，把你啊身边这十个人清除去。啊、你就得救了，这十个人也清除了，你就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四乘法界内底无这十个人，啊，所以四乘法界是真正是好人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也因也过是伫咧用。什么意识也可以用用个正，为什么这十个是啊不正的啊走去了？啊，第一心比服务的有十个，这十个好啊，叫十善，换了换十善，不杀不斗不淫。啊，不谤啊，不良邪，不忌故啊，不恶口啊，不贪不嗔不痴，这十个好人。那这十个好人啊，伊这个陪伴伊到成佛，啊，这个十善跟这个十数呢？你袂当斗阵啦！完全相反呢。啊，家己爱有智慧，爱当做主，不善呢，爱甲提掉，哎呀，免职，哎呀，开除。啊，十恶十善呢？一定都爱听因的这个劝导，听因的这个意见，好好来用这十个人，这十个人帮助你成佛啦。啊，所以
面顶啊是义军啊，这袂当唔知影呀。专门那些为兵的圣地，肯定伊啊大慈悲心，随机军机，这个机是变化界、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，这个机呢，只限开导。你诶。用因的感，因有感，你就会有用。这个用就是实现，用于什么心实现，就用什么心；用于什么法实现，就用什么法。心跟法是歪啊！那归纳起来讲，就亲像《华严经》，现在五十三参，示现，示现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在家出家，拢示现。啊，示现开一刀，开始开悟，帮助众生开悟。啊，都是因都，咱今仔是这办法，因都以红心给了世界，那一定都爱和这个人，真正信心。啊，老师很技术，你多少用心？你做这功德善话，我今日早起才看到。然后我看到了后，非常感动，这功德太重要了。啊，能讲什么呢？王星家己会当做主的，王星是真的，是活的王星呢。有第时机，个时间跟你讲咯，都是讲几点钟，十二点吃红星，啊，十二点进前跟大家的讲话交代，到十二点伊就去咯，唔免人助念，唔免人照顾。那真正去咯，那伊的心灵你看无，但是你看伊的动作会看会出来。哎呀，看到莲花，伊坐上莲台，一丝毫痛苦的拢无啊！生前伊嘛是得了癌症啊，照讲伊也真痛苦，但是伊一点啊痛苦都拢无，伊来表演给大家看，啊，王星的信息，大概十几天前透露。啊，十一月二十一，中到十二点，丹桥红星，时间一日到，伊就去咯。
啊，伊是安怎修？伊讲啊，真清楚。听啊，无人受惊。自盖言语，准你我讲的，1200小时。听完了后，接着听现在所讲的，大经盖可住啊，念阿弥陀佛。这个世间的真言完全啦，放下啦。那更免大家，伊啊，即摆做一个往生的模样，互大家看。伫着阿弥陀佛的加持，做甲真好啊！我嘛想要做这个模样。阿弥陀佛是安怎唔来呢？我的心无成啊！啊，所以阿弥陀佛未来，野心真诚，就好到用啊！安怎好拢未用？心嘛无真诚啊！唔是阿弥陀佛有分别心，唔是。成即灵，无成就为灵。那诚心跟佛菩萨相应，无诚心跟妖魔鬼怪相应。为什么呢？遐个人欺骗人，种个人呀、啊，那真麻烦呢。啊，什么款念头都跟什么相干？咱通常咧讲，感应是甲佛菩萨啦，甲妖魔鬼怪，甲完全这组感应诶，迄都唔是咯，也毋是真心，真心甲因未起感应啊，真心甲佛菩萨诶感应，所以为什么无要用真心？啊，真心对倒位伊来做起咧？所以中国古人教人呀，你对父母，你呀对老师，来用这个来做代表。父母是第一大恩人啦，你都要想看麦，对咱呱呱对爹啊，生落来咯。啊，父母是安怎伫咧甲咱照顾呢？那最困难就是头一年，一下什么代志拢唔办啦。那一举一动，拢是父母咧看着眼来，惊你会拄着危险呢。来保护你，调教你，啊，到三岁你会向行路咯，这才离开怀抱。这个问题你若无详细去想，你唔知影。啊！你这一生当中，谁人对你的恩德上大？母亲第一，父亲第二。那大汉了后，家己做人，家己开智慧，那是老师。那中国的古早时阵，抗战时期，我拢看到。我伫福建住六年，啊，17岁去福建，17岁离开，
无论装卡啦、城市啦，人民家庭的东屋，福赛这祖先牌位，拢是写这大字的《天地君亲书》。啊，这个牌位显示什么？显示念念不忘，百温百德。不忘天地之恩啊，天地养育啊万物，啊不忘父母老师之恩啊，不忘国家领导之恩，迄、那个君是国家领导。人心是足好多的啊！啊，社会安定和谐啊！啊，七十年后的今仔日，这物件拢无去咯。人民的观念，180度的大弯啦、啊！现在人心目当中只有财、色、名、利，除这以外，拢嘛无去了。啊，这咱讲负面呢？这负面到极点咯，到极处咯。啊，所以今仔社会动乱，超级抗战期间，抗战期间虽然伫咧打战，啊，只要这个战争无来到面前。人民生活拢嘛是安定的，因为是无报纸、无信息，必须战争距离咱这个参战20-30里，大家才会知影。但是100里以外拢唔知影，啊！日本人来了，大家走去山顶。李兰呢？啊！现在灾难无地避呀。这是什么？拢是用万纳色啊，万纳色无见啊，就是主事主理啊，伊所表现的啊，对着主事主理，就是贪嗔痴慢疑，拢用着咯啊，是不是呢？拢开除了，一个都无爱。啊，咱想看卖，这个社会状况，自然就会知影咯。啊，随顺和得教会的人，伊也是实现开刀。开刀呢，是用教学的，讲清楚，讲明白。叫做开，开了也未晓做，爱做出榜样予伊看。
这是抖音仪啊。那抖音仪弘行西方极乐世界，然后寿云大智作为这个开导，也是非常的古名啊。无比的显卡，爱好学佛的人，这个看就相信。那相信呢，就真正放下，未搁再造业。我若认真做，伊会成就，我嘛会成就。定期静立，静立就是放下，是明平定啊，性地呀，啊，平定性地是等烦恼的。啊，见思烦恼登去咯，平定性地就现前啦。第三，妙观察地。这是转第六意性，为如来显灵观察诸法，运用处地。啊，这句是咧讲这个观察万物，一切法万物。诸性啊，诸性本来具足，拄着缘，伊就会当实现。像人知影，真正觉悟的人会知影。啊，什么是真正觉悟的人呢？真正放下的人都觉悟了。啊，所以也看破，福地众生根性傲欲。这是看破，对一切众生起心动念，业务作作完全了解。啊，菩萨的随顺，啊，以无碍辩才，说诸妙法。令其开悟，获大安乐，是名妙观察地。妙观察地就是看破，妙观察地就是啊，功学多闻啊。那平定性地是一门潜力。啊，所以大乘入门，这个白是两个门，平等门啊，清净门，你行到这个门里去，拢会用的。个人的根性无同，但是看破一定要放下，放下一定要看破。你这会不断向上提升，你若只有一个，你啊未当提升。你徛伫你家己这位置咧，无叮当，未当起落啊！啊，伫未当起落的情形下面咧，
向下坠落的是真容易，向上提升是非常困难呐、啊。那所以呢，性格行径一定要同时啊。我相信我理解，我放下，我提升咯。提升到迄个境界上，我嘛会相信，我嘛会理解啊，嘛会放下，又个向上提升，叫做步步高升啊。啊，升到上顶面，就是妙觉如来啦。回归诸心，圆满成佛。这个心力都圆满了，真什么心一切法啦，无一法未相信，啊，无分尽梦，无分良静，无分善恶，啊，无分苦乐，拢总拢明白，全部拢了解，全部拢相信。那心现色变，真正家己人意识专做妙观察地了。另外，这地啊所讲的如来显灵观察诸法，妙地这个显理啊，啊，这显是赞灭俗啊，太好了，太难得了。啊，对十部土啊，到动机土呢，比呀心法界范围大啦，心法界只是啊，属性啊，六环呐、啊，局限伫一个佛的刹土。啊，妙观察地，这个智慧慧眼拍开咯，会观察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那、啊、不是一尊佛啊。啊，同时，终究下化。也看到诸佛刹土，一切当应化去教啊，其中咯，上求下化，上求融合文化，下化是真像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。伊啊，三十二应心，普度众生。啊，随众生的根性傲欲啊，傲是爱好，欲是欲望，拢嘛会当啊加持啊。啊，咱会问讲。众生加以杀到阴梦，那修起真当菩萨变哪加以呢？菩萨加以杀到阴梦，那何以第二杀到阴梦来对做搞对呀、啊？你就回头了。啊，杀林如魔对告阿弥陀佛。啊，别名爱害者啊，
对着新屋过来，伊回头，即归正法加伊啊，即拢嘛是很较方便。啊，你袂当挽救伊都袂回头啦，挽救伊了后想看嘛，即何苦呢？就做自修啊，你讲我了。啊，所以呢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就知影讲三恶道啊，是救度做恶的众生。所以在这里面，真正知影讲，这个啊，孤薄的痛苦，你讲我，你精神咯、哦，那这会去听佛的正法啦。啊，无对遮真正去食亏的相当的生活伊未相信，所以啊，恶的习气啊，这个恶的欲望呢，啊，你都要去满足伊。那非得即来对食大亏了，受真大的伤害，求死一生，伊就生活了。这时阵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啦、啊。啊，佛界伊真正相信，伊真正会当改了。现在为甚未当真信？迄、那个欲啊，也无达到最高峰，一定在回向受个最高峰摔落来到底，伊相信了。这是佛菩萨的显卡方便啊！啊，佛菩萨唔是咧作脚啊，这种根性的人。啊！必须了，这款手段，才通甲救伊真正开悟，真正知影讲佛菩萨是咧爱护伊，佛菩萨关怀伊，照顾伊啊。啊！知影讲三恶道是好事，啊，咱也明白咯，所以一切灾难拢嘛是好事。啊！你种种无正当的手段，你就会财色名利，尽情的享受。这时阵你是什么？啊！你唔相信因果报应啊！你唔相信啊！这个圣贤的教诲啊！你完全是反对的这个态度。还是假，还是在骗人的。我现在偌自在，唔过在人面前就变现前。这是什么？这嘛是业力的干掉。佛菩萨怎样？啊，乐享尽咯，苦嘛食尽咯。人啊，这也真正回头了。啊，未到结束了，回头就不容易。啊，所以呢，妙观察是看破。啊，菩萨啦，以无碍辩才，说诸妙法。应以什么心得到，就实现什么心。那应说什么法，就说什么法。现心说法无量无边，帮助伊开悟咯，帮助伊啊得到真正的安乐，这叫做妙观察地。啊，所以妙观察地来对是看破，是学法门。啊，真正看破啦，啊，真正这个学法咯，你对早到暗，目睭所看的、耳孔所听的、鼻所闻到的、嘴子吃到的、六根啊所接触的境界，无一项不是佛法。
那什么话呢？大方讲出华言，原来都是伫我面前，像咧搬戏同款，一步一步互我看到咯啊。可笑什么呢？没时阵你看无啊，唔知呀。那你这个讲我了后，真话都是佛华言。这点啊，拢是未记。啊，十法界已经庄严，就表演在你眼前，我你全部拢看到了。啊，最后的一下呢，成所足地，成是成就，成就你所做呀。啊，这来对有何种？那你必须心都是整五色，整五色听六七色的指挥，那叫他创什么就创什么。啊！伊家己完全服从命令啊，决定是袂违背。啊，六次有念头，有欲望，伊达袂到，爱着因来做。啊，六次即系满足家己。老药这完酒啊，是不是真正是直接完酒呢？不是干接的啊，请我完酒，伊就直接完酒。你讲完翁无啊？啊，真正是玩弄啊！那事实真相的看透了，啊，你就明白咯。家己什么都拢无得到啊，做一身的罪业，将来去三毒的害者啊！啊，譬如满足我的胃口味贪吃，贪吃是满足啥人？满足你的嘴子啊，就是三寸不烂之舌，到哪一下都无滋味咯。哦，满足这个三寸的嘴子，你做偌多罪业啊？杀生吃肉。都为着满足这个呀，啊！你受罪，专心啊，拢会受灾殃啊！你爱护，啊，护将靠你吧，啊，边将靠你吧。我的身体未健康，拢是为着这靠，你自业把人受苦，啊，我自业众生受苦，你讲何苦呢？人啊，冷静观察思维，都会得到静啊。一个这个事实真相看透，得到。所以这罪业呢，
都嘛是把事实真相看错，想错咯，啊，所以就会做错咯，讲错咯，也是无以为师。啊，疾病啊，灾难就安尼形成呢。啊，所以佛弟经常讲咯，地位领导啊，若是要度过这些灾难呢，一定要有智慧呀。啊，行所作地呀，是道生的事业啊。事业因为来啊，执行如来为欲利奥诸众生果啊，普无十方世界实现种种神通变化。对啊，真无色的代志啊，神通变化是引诸众生啊，令入圣道。这是宗旨，这是目标。成就本愿力，本愿是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多，爱靠行所作地，这做一到行所作地，就是现身说法，就是啊，以身作则。啊，《环环观》顶面讲的啊，为义有节，做出好模样来给别人看。啊，其实呢，来明白这道理，唔敢轻慢一个人。啊，为什么？可能伊拢是菩萨啦，做恶的。嘛，做出恶的模样来，做出恶的果报来，经过世人啦、啊，你们唔通去学，学就是迄款的结果。做出善的模样来，家人应该学，这是好的结果。人舞台表演，表演正派，表演反派，拢是好演员啦、啊，拢嘛是菩萨。所以咱的心也就平定咯。看到这世间善人恶人，咱拢系礼拜、礼敬、祝福，无分别的。啊，人讲赞叹呢，咱赞叹善，温恶用善。为什么？希望大家学好啊，唔通去学歹。啊，歹的模样，咱个。问起来，好的模样，那个勇，很勇啊！啊，不善的温总，这绝对唔通讲，绝对唔通该放在心内。啊，你修道无这个，还未成就的。啊，怎样讲好人歹人，拢嘛是教化啊众生的啊。啊，伊今日做恶，伊是咧表演。啊，这种行为到最后家破人亡啊，互你看到，你讲我，比讲的效果较大。啊，那演的迄个仙呢，即仙之家。你的家庭兴旺，那这样来对比，家如斯，国马如斯。啊，这个国家哎，怎样公堂断恶修仙，积功累德，啊，这个国家一定会强大富强。
一定会带动整个世界安定和平。为什么啊？咱会向伊学习吗？啊，这个国家集结的，那么是不先，伊的灾难一定会多，你们一定真艰苦。啊，拢互你看到啊，你就会相信啊。比讲的较有效果。啊，业因果报啊，就是讲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啊，完全做出来互你看。啊，上天慈悲啊。啊，派来遮尔做这演员。应该这样也好，你还会想看，会想看因都有功德咯。看了不善呢，会反省，会改过，会自新，因有功德。那看了好的，会欣羡，会效法，认真啊，向伊学习，这伊的功德真大。啊，所以出世间的法啦，确实是平等。啊，不平等是伫人的心不平等，人的见啊不平等，人的相不平等，甲外口的境界上是无关系，外面境界上真正是平等。所以无论伫什么款境界、什么款环境当中，修行人拢会往生，拢会成佛啦。有妨碍无？无妨碍。啊，只要你家己心清净、心平定、心正，就什么障碍拢无了。啊，你的心念有，你的心有高下。你心无未歇，什么环境啊，拢嘛是未当成就啊！佛法是妙，妙不可言呐、啊！啊，这心通变化，民主众生能入圣道，成就佛菩萨的啊本愿。啊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这就是啊，行所足地啊！啊，这是如来无量智慧的略说啦。下面啊，讲力。大乘经上讲，如来有十种力，啊，即地所印的出、冤家、六超啊，甲即、这个啊《大地图论》啊，经论上拢嘛是安尼先讲，啊，力啊是对于倒位来呢？力对地来，地是体啊，力是作用。如来正得实相之地啊，实相之地就是了解一切诸法的真实相。那真实相是什么款呢？了明了，了达一切的无灵坏啊！有会当破坏的无啊？一切法不生不灭啊！
无人性。我呀，胜过这个一切人、一切事物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这个力量是平等的呀、啊，智慧是平等的，能量是平等的，那力度嘛是平等，无高下。那高下对对未来呢？情怀对对未来，对望心来。那大圣经那么有一挂咯，啊，咱的对大圣经来对看到，本性、真心、灵性、灵现。啊，拄着缘，灵性灵现，所生所现的即真法界的一境庄严，一境法界内面的人事物呢，拢嘛是无灵怀，拢无灵性。啊，往生到十不脱的人，是因。知魔真金色心，上好世尊在观经顶面讲，心有八万啊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，每一个好有八万四千光明，每一个光明内面有佛菩萨在示现教化众生。啊，有人来破坏无啊？啊，有超生的人无？无，不好道懂。啊，所有生到十不脱的众生啊，这众生拢是菩萨啦、啊，对于初住到顶觉拢是同款的呀、啊。那初住啊到顶觉四十一的位处。你在事上找无的，你平等的，啊，在理想嘛找无，这个四十八个位置会当讲有，买到讲无，那、啊、无是什么？你找无啊？啊，有是什么？每一个人无是无明习气啊，搞不无扛，这是真的。那无是无明习气，那是讲断去了，是无方法的。就随在去，时间那久了，自然就会无去。你唔免想一个方法，我想要提前个，赶紧个登去，这是一个妄念。自性内底无念头的呀、啊，你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都下降了，都降到十法界去了。四乘法界，四乘法界有起心动念啊，所以你有起心动念，你就会去下面去咯。你也是有执着。我一定要安怎安怎，你就会落去咯，到六落去咯。啊，所以古人有个人讲：“处处用不得力啊，处处都是不妥，是不妥，唔能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落去咯。那、啊、不起心不动念，动念都无方法。”所以叫做武功用刀啊，随在一起，卖去插伊。这个习气只有一种诶，起一个作用，会当啊回归自性，伊就是啊
障碍你这个，除这以外，什么障碍拢无？啊，甲这个啊，上集公啊，上集公土，或者是真心诸行内面的化身如来，去诶，这个作用完全同款。啊，所以未该输啊！啊，都去这行啊，伊呀、啊，甲啊，这个啊，然后甲如来几乎是无差别的。啊，伫这顶面你真正会去看到无灵坏、无灵性，你才知影佛法是啊，真正的平等啊。啊，这个世间无论是啊，歹人啊，好人，将来拢会成佛道。即个啊，善恶果报咧，是眼前觉迷所现的幻想，拢唔是真的啊。啊，得到啊，唔免欢喜，假啊，往返泡影啊，失去啊，嘛免去懊悔，嘛是。记啊，啊，无像是真呢。而且境界来对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用咱的清净心、个平等心，这是真实的功德啊。清净心就是不染污啊，绝对未受着自私自利的念污，名门利用的念污，然后这物件是念污，七情五欲啊，拢嘛是念污。爱有高度警觉心，咱未接受这个心的清净，然后接受什么？咱接受大乘佛法，接受无量寿经，接受人工的。回一本接受五念做老技术的集书，接受这个名号念到底，其他的都未接受、啊、用清净心，用平等心，清净平等到一定的程度，自然就会开悟，觉就是开悟，那开悟就决定生十不妥啦。啊，真正放下了，啊，老寿佛的大智，听到伊这款的话，去到伊去找这个人来做实验呢？伊听到了后，就靠答应我来做实验，我来表法。那就真正做到了。啊，伊为什么做呢？伊是真呢，伊不是假。心心清净，一点不染。啊，标志的真正活生生的往生，让你看。啊、所以一定要知影无灵坏、无灵性啊，无灵性，这五万的习气都无去咯。啊，大家啊，拢总是平等的啊，拢是如来啊，将来拢会成佛的。这是利第一利，咱看第一条，第一是出非出第一利。为如来无一切因缘故报，心是宁地呀。那心是心思、心察，实是实实在在，伊真正知影了。
啊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所有的众生，任何一个众生，以因缘果报，对无始到今仔日，到未来，伊拢知影咯。如作善业，即地定得六波啊！明地是处，啊，是甲非是讲善恶，啊，是讲真梦。啊，你真正心善、行善。念心，你决定的得到六波，那这个六都无苦啊，这叫做真六啊！啊，公欢不是六，是苦不？还什么苦？叫坏苦。公欢的时阵六，山下定的时阵就苦咯。啊，所以的乐不是孤等的呀、啊，真正的乐是永恒的，未受外靠境界影响的，这乐是真乐。啊，受外面境界影响是短暂的，那是假乐，那不是真乐。那个乐以后就有苦咯，因为孤等啊。啊，极乐世界乐是真乐，是永恒的。这叫做第一是处啊，乐作恶业，得受乐报，没有是处啊，名第非处。啊，做恶业一定来乐报。这不是真的。咱若看到有人在做恶业，哎，这就是落步发大财咯。在社会中地位真高啊。啊，这个福感是看错咯。福不看错。啊，伊现在得到的这六步是前世修的善因啊，啊，前世修的善业真大，这一生所做的恶业真多，伊也是得到六步，就是讲伊这个前世迄个善的步也未完，要有步啊，哎呀，享受这个。啊，这个六波啦，享完了后，你现在做的这个恶业，都不如现前。有人做恶，马上就发作。为什么？情绪也无限啊！现在啊，做恶，立刻恶报的现前。这个是啊，极其微细啊。所以对人对一面来看，你就要对面面来看。佛这个智慧了不起啊，也了解一切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伊拢知影。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咧修的善，伊知影。啊，你今仔日果报对倒位来，唔是这一生现在就报咯，真是啊。啊，这一生所做的，这一生马上就有报了。有怎样啦？啊，前世无修福报，这是应该的，要是懂事，你是古不在丢啊。但是啊，伊这个一生学会了后，明白，也明古步，
伊啊拼命修仙，啊，到晚年应该就要寒死，应该夭死，这步无去了。啊，等到晚年也够福报啊，一时都唔免烦恼。啊，念佛过会生净土，真正是啊，转过来咯，爱相信啊。啊，这件代志我亲身体验的，啊，我对细汉成长的农村，做囡仔时间长啊，啊，但是老母唔捌字啊，啊，对读书这个代志无咧重视。我们老爸虽然知影，无定伫厝诶，所以书无读好真好，军无扎个真好。也唔过伫阮细汉诶时代，禅宗内底是私塾啊，一个读过一个短时期。情形印象拢真深刻，对啊，古人的理念方法有知影一寡。那看到今仔社会这个现象，违反着古人的理念甲方法，造成今仔的苦难啊！那我了解这代志，啊，不过无去。个做啊！你受社会环境影响，啊，抗战期间，老爸是军官，管军械，管武器弹药，这都方便咯。所以，阮要提这个枪机。性质真容易，提到这种怕拉，我怕三年的拉。啊，十七岁、十八岁、十九岁，煞未招生啊！这有古报呀！这是第一名部啊，啊，所以对细汉拄着算命先生，我唔知啊，阮老母替我算的，也无甲我讲，啊，到我家己二十外岁离开家庭，有人看上算命，甲我讲。我命中无富贵，贫贱的命啊，富是财富啊，贵也是地位啊。一生会当甲人做幕僚，为做主管，但最什么命中无官印啊？做这船长拢爱有官印，就是讲你做官是无印的官，无聊。你无官力，贫贱啊，贫贱讲者较歹听，就去吃啦，是这款命啊。
那而且是第一名，家己完全无敌，怕啦怕三年，这偌麻烦了。好事一项都无做，虽然有好的念头，无行动啊。对佛法一点尊重的心都拢无，人讲对人讲，也做这个是迷信，也做这物件应该的出题，对人无好处啊！这拢嘛是大业不多。没人教我，那二十六岁拄着彭东美先生，佮也有贴合，伫只课堂内面，难得伊甲我讲一个单元佛经贴合，我对即地只认识佛教，即知影讲内面有好的物件。啊，马都好伫这时阵，识识啊，一寡啊老技师，拢是较有戏，做湖北人，好我一寡闲书，要还素粉。如正义公如造神记啊，感应篇这物件，互我看。啊，我看到这因果啊，报应，冷静的起家反省呢，继续做这么多罪业，啊，这才真正讲知影来改过自新啊。来忏悔啊！佛法有这样的殊胜，可是无人在讲啊！我对这真有兴趣，对接触经典了后，啊，都有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个爱好，看唔捌也怪爱看，也未该单调，每工拢看。啊，识识中阿大师，这拢嘛真正事情缘分啦。看无的所在，会记哩向伊请教。啊，你才行入佛门呀！啊，中阿大师救我啦！跟我出家，跟我学释迦牟尼佛，这是救我咯。啊，那不是伊讲咯，我无起这念头啊。啊，寿命四十五岁。啊！阮迄时阵，当时出家，三好朋友，我一个，明远法师一个，法勇法师一个，三个人同年诶。啊，同年当中，我缘分上大，伊两个岁我即个缘分，啊，阮诶命运大概拢差不多。啊，拢未过四十五岁，阮心内拢有数啊。三个人出家拢受戒，四十五岁年，啊，阮是三十三岁出家，
四十五岁迄年，二月发扬法师走去了；五月明艳法师走去了；七月我破病，我的人生时间到了。啊，我无和医生看，嘛无食药。人问我讲，我讲医生即个人医病，袂当医命。我想命够咯，啊，所以我念佛求生净土，啊，几个学生来照顾我，四个在校读书的学生，啊，一个月，我病慢慢就好了。休困了两礼拜，继续讲经。这个转机来了，我不求当退休啊！啊，所以在这个十二年的当中呢，啊，努力修行啊，积功累德。啊，宗家大师教我做，教我修三种布施：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无为布施就是吃长寿，所以我学佛大概是较无半年，我就吃长寿。无为布施啊，啊，唔敢去吃众生肉咯。啊，我学佛求智慧，求忏悔，啊，求这一点啊善业，啊，我一无所求，无求功名，也无求富贵，也无求寿命。啊，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一天求一天。啊，对于世间话一点不念。有缘，这个缘是跟众生有利益的，我会去做。啊，虽然做无求回报啊。啊！我要求极乐世界，我求回报就未当去极乐世界咯，所以一无所求啊！你是目标一个方向，行到对啊！啊，行这侪年咯，唔管人安怎想、安怎讲，跟我不相干，伊对我未了解。啊！伊无甲我相处过啊，相处过的人嘛，无一定会认识我。那为什么无认识呢？因为伊心内财色名利无放下，这物件重眼。甲我做伙，伊嘛未认识我。哪讲是无这个烦恼习气呢？伊会认识。啊，所以佛知影，就是讲伊无障碍，伊认识先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，故无通三世啊。那这些无修福，享大福，前世修的啊，前世若无修，才会过前世修的。伊总是有修的这个大福。现在拄到缘成熟了，因拄到缘，故不现前。现前作为恶呢，这一生有有福真大，无看到恶报。
来洗，后洗。决定啊，是有古辈啊。那了解这个道理，人未讲有恶念咯，未有邪行。为什么？怎样讲古不可畏啊？想到古不都唔敢起这个恶念嘛，唔敢做错代志。这一定的道理啊。如是种种解释遍地，故明地是处非处地力，对有三世。若道，现在讲是法界，啊，佛知影个真清楚，丝毫不爽啊！这是诸圣本具的能量啊！啊，佛完全现前咯，因为也烦恼习气啊，断尽啊，啊，万万现前啊。所以啊，这佛所具的智慧力量，咱啊拢总拢嘛有。讲佛就是咧讲家己，佛现出来咯，咱有烦恼砍掉的，并无失去。安尼咱就有信心咯，好，今仔日有到这地。